大家好，我是英嘎。今天是除夕，也是这一年当中的最后一天嘛。然后除夕，除去昔日的一些烦恼呀，所有一切不美好的东西，然后准备迎接新的一年。那今天我们在忙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就是除雪开始啊。弟弟在马庄那块儿。除了收拾屋子干干净净的过年以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吃。哎，除夕的时候我们在蒙语当中就是比度是一定要吃饱所以我现在去烧炉子，然后煮肉啊，把晚上的这个食材什么的都准备上，拿上牛粪。哎，就在这个大炉子上煮肉，因为这个锅够大，炉子口也够大。要煮肉了，炉子烧好了，锅也洗好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呢掏冰锅。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天然的冰水啊。宝藏啊！啥子机会？你这么狠吗？我不是说的吗？是的。哇，那要是喝吃那个苦水。仙气儿飘飘啊，这个屋子。肉太多了，得加点水。现在是冻的，待会儿煮到一定程度它就下去了。加上盐，盖上盖儿，等待几个小时。哇，已经下午了，炖的差不多了，赶紧捞出来。刚刚我把羊肉已经捞出来了，因为羊肉的这个可能会熟的比牛肉更快一些，再煮下去它就已经脱骨了，太烂乎了就不行，这样刚刚好。哎，刚刚好。哇，这个满满的骨髓。满满一大盆，有的都这个骨髓，哇，煮的刚刚好，挺烂乎的，应该是入口即化的这个程度了。但是我们不能动手啊，等到这个火山先吃，然后敬祖先，最后呢我们自己才品尝。除夕的肉煮好啦，除夕现包的包子正在生产当中。除夕这一天就是要圆圆满满，然后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嘛，这样圆下来呢是一个很圆满的结果。然后我们要吃圆圆滚滚的包子。我去，不是不讲，现在是讲嘛。我知道这个东西。啊呀妹！我来吃那个。哎，我来吃大鸡的嘛，好吃。除夕的包子也好大。好，我们一起来喝除夕的奶茶了。嗯，这身体放点新鲜奶豆腐，放个老皮子，这就是好的炖的肉，加起来，对吧？太早到了。
还一天一般的。